走进萌宠世界，发现更多乐趣。Hello， 这里是萌宠俱乐会，我是小小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豪猪，它们简直就是放大版的刺猬，身上长满了刺，而这些刺也成为了它强有力的攻击和防御武器。这店主人和狗狗在野外溜达，不料碰到了一只豪猪，豪猪怕被攻击，于是一头撞向主人，刺的主人直叫疼。狗狗见状后便毫不犹豫地冲上去，一把将豪猪推到了泥坑中，大战几个来回之后，最后被豪猪扎得满身都是刺，就连一些大型猛兽都拿它们没有办法。这一天，一只豪猪出门觅食，结果正好赶上豹子也出门觅食。豹子看见豪猪后也不想再继续觅食了，决定捕杀豪猪，可是豪猪却似乎没有在意，依旧淡定地走着。只见豹子伸出前爪准备攻击豪猪，结果很快就被扎得缩了回去，豪猪全身都长满了刺，根本无从下手。即便如此，豹子依旧不愿放弃，对着豪猪紧追不舍，最后大概是被扎得不行了，只好无奈放弃。真是不作死就不会死啊。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留言互动，小小会每天翻看留言区回复哦。想看更多优质视频，请点击左下方。